我一样乘风过也有锋芒，有梦最绝和放去最高的想象，前往皓月星辰处，未来如何登场，有我担当，凝视你只能骄傲那种辉煌。 Come on 别忘记 LLVE， 不管什么难题我和你一起，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，还好你在我的期待才有。被安吉拉老师的音色震惊到，要穿什么呢？我那一下就哇，就这个声音怎么会存在的？要穿什么呢？我也需要你，还好你在我的期待才有。Locking popping we dancing in the sh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。天赐的声音将迎来争夺荣耀金曲前的最后一战。我曾经也想过，不知该爱什么，挑什么，改变什么，世界里两人的歌声搭配得太惊艳了，人格合一真的太难了。一生至少该有一次我牵你一生昏迷。 Come on we are one， 就一开始就把这个舞台彻底点燃，所有人都在期待跟你们一块儿从舞台上弹起来。这样的创作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少，我看到的是一个质的飞跃。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，本期的金曲是。周五到了，周可可也要出场了。今天是三档综艺无缝衔接大放送的完美，我们共同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可可，我是11号公寓702的住户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各种巧克力，因为我觉得巧克力是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东西。我觉得巧克力有魔法，所以我每天呢都会做各种样式的手工巧克力。所以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702找我，一起制作美好，享受美好和分享美好，分享快乐。从晚上6点开始推理吧，周可可来了。中介，办入住的新客户已经到齐了。宝贝们，欢迎来到11号，尽快找到真相，否则你们都会。还有一个女生吗？所以你随时可以找时间去杀掉她，对不对？她跟踪你妹妹哥。哎，我的，这门锁了呀。如何为自己摆脱嫌疑？11号公寓危机暗藏，众人能否探得真相呢？推市11号公寓突发多起神秘事件，住户安全即将面临巨大挑战。局中局，案中案，环环相扣。白送一锅粥，留一库，能否顺利找到终极真相呢？白送一锅粥，留一库。去。接着晚8点20看《奔跑吧》最新一期。来到 W 先生的城堡，周深涌过独木桥、抢板凳，开启撕名牌大战。他们能不能成功找到匿名用户呢？最受欢迎的一个环节，周深立下 flag 要撕掉所有人，可周深却被女生们围攻。神秘事件调查开启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周深新身份是虚拟形象建模师，今晚和周深一探究竟。我是虚拟形象建模师，我的职业就是舞蹈博主。舞蹈博主。晚10点听周深一曲《由我入眠》，真是实实在在的美好奇妙夜了。天赐的声音第三季马上进入尾期了，还有最后2期，以后周五就不能再追这个舞台了，大家且看且珍惜。上一期最强撩机周百搭搭档最强辅助胡海泉，开嗓即天籁，瞬间让人沉醉。诗意对唱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美好爱情故事，感染力拉满。泪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夜磨成沙漏，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，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。
周深优美声线令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，每次把原曲想要传达的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为老歌重新赋予了新的生命力，开口就是王炸，独一无二的编排碾压全场，以往都是周深作为最强辅助来凸显飞行音乐合伙人的个人魅力。天赐的声音三有了周深的加持，成为今夏不可多得的一档爆款音综，在黄金时段一举夺得了全网最高收视率，同时也让更多路人喜欢上了这位优质偶像。作为一名实力唱将，周深不愧于歌迷赋予他的劳动楷模这一荣耀称号，总能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，值得我们一追到底。周深之所以这么成功，不单单是他的歌声打动人心，更是因为他活得真实，能够展现真正的自己在大众面前，给大家带来听觉盛宴的同时，还给大家带来了欢乐。本周五晚6点开始推理吧考脑力，晚8点20奔跑吧考体力，晚10点天赐的声音考专业。看样子周深是要立志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艺人哦，期待周深的精彩舞台。终于清醒。